甲我所有部落学堂为着要让囡仔休落的时阵，卖伫耍三 C， 安排丰富多元的课程，让囡仔来学习。蓝天电视台除了赞助经费以外，也邀请教育部的讲师到学堂，来教囡仔采访的技巧，趣味内容，让囡仔听了真欢喜。我们什么时间点会做什么活动？什么庆典？什么样的东西？好，然后会煮什么东西？准备什么东西？拜拜。大家一起吃饭的东西，大家一起吃的东西有没有？比如说他可能种的米特别好吃啊，什么怎么样啦、啊？十字绣啊，他特别厉害啊，他会绣一些十字绣的东西。综合以上就是你访问前应该要做的功课。比如说你要怎么访问祈祷，或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去找资料，或者你不知道怎么问、怎么表现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可以参考。啊，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记得看南天地方新闻。手提麦克在问问题，看起来阁真有记者班。囡仔利用伫个课程内底学到的知识，亲身来采访社区的长辈，穿槟榔、烧酒、啊鱼啊、猪肉、鸡啊、生的。古早时代拢在空心，可能囡仔来吼，拢在半空中啊，变点球，像咧在放炮安尼吼。阮做虽然像这些汉啊八岁，阮拢米无落，啊，即摆阿弟要做兴哦。这是啥机会哦？在新北人，真侪历史因为年久月深，拢无资料保存落来，必须透过老大人用嘴讲的方式来了解。借着即届甲阿公阿妈开讲的机会，让囡仔了解西拉雅的过去，对着家己的族群也会更加认同。南天新闻林建明、王立德、东山采访报道。